第一想法就是感觉很有意义，然后因为我们这次礼物就是说的，就一年之后的时候他会拿着这个信和这个，就感觉见证了我们很久的感觉，然后呢可能在一年后的今天还或者多久，然后我们可能就要在就是在这个阶段性的就要结束了，这个也非常有意义。差不多5到6年，期待。我感觉我也没有那么紧张，我感觉就是很好奇结果是什么，就一个就是信嘛，就是对一年后的就是站在那个地方的自己说话嘛，问一些问题吧，然后呢可能也有就一些自言自语，就比如你成功了吗或者什么什么的，就是一件物品嘛，它就是代表着从之前到现在就一直鼓励我，就是一直一个动力来源吧。我想好了，我买的是一个麦克风的模型。对，然后为什么要买这个模型呢？麦克风嘛，其实因为这个可能就是我之前的一个阴影吧。当时是第一次考核的时候，然后当时我是抽的第一个人，就第一个上，拿着话筒直接手都在发抖那种程度，就是那个很印象深刻。所以呢，然后可能在之后也是和这个东西有很多接触嘛，反正一直就是在针对这个问题，就是在去进步吧，就所以说就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就是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被打倒了很多次，但是还是在继续坚持。恭喜你们拿到了这两份礼物，那其实这两份礼物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可能在一年之后的时候，希望你们可以带着这两份礼物，然后回到可能在某个地方能够见证到我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的结束，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吧，然后恭喜你们。就是又以为这次又不送了，然后结果又送了。有的，我再看一下你那个主题啊，信念之物可以代表自己坚持到现在代表信念的物品。对啊，就是肯定是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东西啊。我送的那个物品是那个，就是这两个小象，但是左边那个大的。今天买回来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这份信念，就是这个大的象和这个小的象吧，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就是小象是我自己。这个大象呢就可以当做是我的，就是我身边的人嘛，就陪伴过的人，也可以理解为。还要取个名字，大象适合取什么名字呢？大宝项羽。我现在感觉我送的那个象非常的威猛。小象就是我的名字，它就叫象小宝，那个就叫项羽。就是还有一个挂牌，打算挂到那个项羽身上。就是那个挂牌具体是什么含义呢？因为这个项他不是陪我走了很多次机场嘛，就是比如有个什么无成人陪伴儿童那种挂牌，大家应该能理解，就是我打算自己做一个答案之信，写给一年后有了答案的自己。还没太想好吧，就是首先恭喜这两位幸运观众嘛，拿到了我这两份礼物，然后也希望你能喜欢。对，就是其实还蛮有意义的。然后呢一年之后在最终场呢，就是你可以就是凭借就是你这场的什么座位信息啊，或者这个礼物，就是你可以免费有门票呀，你真的很赚，所以说你要保管好你这个东西。对，一年之后就是不管就是我们里面你就是比较看好的朋友还在不在，然后你也一定要来看一下，毕竟最终场了嘛，大结局谁都想看一眼嘛，对吧？而且反正免费进来坐一坐，全场总共26个人免费，就有你一个，就希望大家收下这份心意嘛。对，也希望一年之后能在最终场见到我。拜拜。挺好的。对，怎么说，我感觉送的这内容方向的感觉其实每次说的其实差不多，就是说这是更明确一点吧。我也不知道一年后我会怎么样，不知道怎么说，难以表达这个东西，因为也没有人走，就是那种
就真正的淘汰的时候，也没有就是说就是那种对外公布，就是直接从我们就是比如说拍个在现场那种或者谁淘汰的那种，我还没经历过，可能如果经历的话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哭，所以说有可能吧。我感觉写的话就是写一些就是坚持自己的初衷，类似于这种，希望自己不能去被一些其他的因素或者被环境什么的，尽量就是不被改变，可以一直永远像现在这个样子做我自己。送的东西的话，我本来想的是就是白纸上写上一个字，自己写家，因为感觉就是很重要。我觉得就是做自己，就我自己对我说的，就是不要受环境影响或者其他的影响，不要太轻易把自己的初心给改变了。但是如果自己真的要改变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也都是自己的选择。还是希望那两位粉丝朋友们到一年之后还是可以到现场来，觉得那个时刻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就是见证了我6年的成长，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快把家里掏空了，每次都要送新的东西，感觉新的物件好像没那么多，老的物件也快送完了，再送就真的只能送项链了，但是又不想这么早送项链，这要送有意义的物品，有意义的物品哪来那么多呀，反正就是送出去别人拿到这礼物就能想起是谁送的那种，得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还得具有强烈的个人精神寄托，除了这个东西非常的强烈，就没有很强烈的东西了，代表着自己坚持到现在的一个见证嘛。就是我准备送一个火影忍者的木叶的护额，我算是一个比较中二的人，我还是愿意相信这些所谓热血的东西，希望接到这个礼物的人也是一个相信这个东西的人。我就可能会问有了答案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是自己想要的吗？过得满意吗？我在心里面排练过100遍那个场景，如果我拿到了自己的答案，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我现场表现得极为镇定，是吧，就好好的拿捏了一波，崩溃不好说，但是我认为如果说朋友崩溃了，我还是得去安慰一下，如果说我自己崩溃了呢，我也有想过 plan B， 如果我没有得到我的答案，我也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只不过偷偷抹一滴泪就行。先说一下这个火影的护额吧，我这一只就是代表着一颗向上的心和一颗年轻的心态，希望收到这份礼物的你呢，也可以像火一样熊熊的燃烧起来。然后就是第二个礼物，别的可能不需要说什么，请你一定要把这封信拿回来，然后火影护额来看演唱会带着吧，我一下就能知道是谁，因为那东西反光。就是在想该送什么，就是直到刚才拍摄前的一个小时我才想出来，有很多选项吧在脑子里面，嗯，相当于就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吧，写一些感想什么的。那肯定是公布结果后啊，眼里泛着泪花，不知道是喜悦的泪花还是伤心的泪花。第二份礼物，一个那个方巾，红色的那个，我当时跳 Shape of You 的那个，因为那算是我们的第一次就是带观众的舞台，因为我们一年后的那个出道战肯定就是每人都可能会有 solo 嘛， solo 节目，刚好 Shape of You 当时用的那个红色的毛巾就是也是当时第一次舞台的 solo 的舞台的一个道具，如果让我现在返回来看那个当时的那个作品，我还是觉得比较感动。相对于就是收到礼物的这两位朋友，我想说，如果一年之后你还是继续的喜欢我们，那就非常感谢你们，对，然后呢，就是对我们的一直的支持。但是如果呢，就是可能你对我们不感兴趣了，就是你对别人感兴趣了，然后呢，其实也没有关系，你就是记住我们这次的回忆就行了，家产已经送完了，就是已经没有东西可以送了，已经空了。看到第一个的时候还好，因为第一个就是以前也有很多次和过去的自己、未来的自己对话嘛，这次写信其实差不多内容。然后第二个就有点难想了，因为代表自己一直走到现在的一个信念之物。然后我当时想到两个，一个是篮球，一个是鼓棒。
这个篮球给我一种力量，让我一直想去进步。就像我之前说我要扣篮，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想去打球，然后就可能缓解一下。因为其实我最开始在公司学的乐器应该是架子鼓，因为每次舞台都有架子鼓嘛。蝴蝶效应那次舞台之前我就跟我爸说了，我爸是蝴蝶效应之后再给我买的。我妈就给我发信息说，我爸看到我就是在舞台上打我自己的鼓，感觉还是没有白花这个钱。我觉得我会一顿夸，因为不知道那个时候是心情好还是心情不好，所以说就得一顿夸，就不管他是心情好还是不好。我一想就紧张，所以说还是不敢想。这种场面不是选秀节目里面的那种吗？我感觉我接受不了，我就感觉就是那种音效，就是噔噔，然后就什么出局，就自己下去了。就算那个下去的人那不是我，我也紧张。我在台上看着，我看着别人下去我也难受，我自己下去更难受。我在台上也说得出来话，应该说不出来话吧。不管你明年是路人还是老粉丝，都记得一定要带着这个礼物再来一次，不然会很尴尬。我感觉跟上次其实有点相似吧，感觉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只是换了个表达方式。我准备送一个蝴蝶标本那种吧，我之前喜欢那首歌吧，蝴蝶少女，不是信念之物吗？当时喜欢 XO， 希望能跟他们一样成为偶像什么的吧，算是一种信念吧。运气真好，希望你能跟我一样喜欢这首歌，就写给我一年后的自己的。入场券了吗？真的要找我？他要上台啊？可以，嗯，一起念就算了吧，要不让他念吧，我念太尴尬了。嗯，我想的是我还要买个他们的专辑，然后呢他们那儿有什么拼贴那种，然后呢可以就剪剪下来贴在那个标本上，不算贴纸，它是那种可以裁下来的那种东西，然后贴在那上面。我在X上买吧，不可能是盗版。我问了我姐的，我姐是那个说粉丝，她说是《狼与美女》的专辑这个歌词，她说里面有那种手写歌词，可以拆几句喜欢的，能贴在蝴蝶上。那个信大家都有写吗？所以说这个是个必需品。然后我送的那个礼物呢，送了一把吉他，当时中考的时候没在公司，那把用了很久的吉他在公司里面拿不回来，也没时间去拿，所以呢我自己又买了一把小吉他，对，也不贵，然后就是坚持嘛，坚持这件事情，所以呢买了那把琴也坚持了练了，然后我就把它送给大家。分别说些什么呀？希望就是收到这份礼物的粉丝朋友们，就是不管是收到了谁的礼物还是怎么样，都至少是一份心意，希望呢大家能好好对待他们。礼物或轻或重就是意义还是蛮大的，所以呢大家也要非常非常的爱惜他们，珍惜他们，然后呢也祝贺你们得到这份礼物，就相当于他们有这封信就可以直接入场哦。既然你拿到这封信，就相当于是个约定，所以一年之后一定要来。感觉好像送过差不多。会不会有人没有一封信都收不回来，然后全是宁愿再买一张票也不会把这个信再交回来？他那个门票他坐那场吗？我只是很好奇，如果他进来了，万一被安排很偏僻的位置，那人家不很委屈，让我们不顾一切。感觉与前两场的名字不太和谐，前面都是什么蝴蝶效应、生于火焰，这次来一个七个字啊，我不太知道，自己都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我想送一个歌词，我自己手抄的歌词，最初的梦想这首歌。那因为它是我开始学习音乐声乐之后学习的，算是第一首歌吧，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义。然后我买了一个歌词本，想就是一个笔记本，想把它抄写下来，然后再写下来一些对于这个
这首歌以及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和看法吧，因为这也算是一个信念吧，毕竟是一个开始啊，就是希望能好好对待我的礼物，虽然可能不是很贵重，但是毕竟意义还是有的。阿信的朋友，希望你一年之后能如约而至。主要是感觉礼物跟上次挺相似的，就是比较难以寻找。信，那我觉得可能大概的内容就是过得怎么样啊，然后有没有什么进步呀，有没有什么成长啊，反正问题比较多，因为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疑惑比较多。我觉得还是跟上次一样，到现场再揭晓。肯定不是因为没有想出来，想真的很久了，想了有从收到信息那一刻我就开始想，无时无刻不想，但是还是比较艰难现在。首先呢，希望收到我礼物的粉丝，不管是不是我的粉丝，我的真爱粉，都请大家天天开心，美好度过每一天。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送礼物的主题的时候，我先思考一会儿，然后就是思考了一下，我有什么礼物可以契合这个主题的。我要送的礼物呢，是我小时候的一张照片。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呢，就觉得，就想起了当时的自己嘛，然后就感觉挺有动力的。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就能想起我小时候唱歌，然后学习的时候，然后又想想现在的话，可能就觉得挺感慨的。小时候自己跟现在自己变化确实蛮大的，然后再就是看到小时候的自己嘛，不管是音乐啊这方面，还是各方面，都感觉就像有一个鞭策一样。其实送给别人自己的照片，我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再就是当时我是处于幼年时期嘛，可能看起来比较傻，但是同样也是对这两位朋友送上美好的祝愿，希望你们也能拥有一个前进的动力吧。那两个礼物，你信和礼物吗？真的很难想啊。信啊，不知道怎么信，只能说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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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因素了。一年后的自己，只想知道能不能拿到好的曲目。礼物就是一个谱夹，虽然他没陪我多久，但是也经历了两场演唱会了。然后之前身骑白马那个也在里面，还有这次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哎，当然，鞠哥，我们哪个乐队叫啥子？不是哪个三个字的？海鱼的，算对啊，要的。走了，拜拜。晚上还有这一次的海鱼恋的那个谱，手写的，写了半个多小时。收到礼物的朋友，首先第一个，你肯定要保存完好。如果公司允许的话，你可以写一些话在上面，我也可以看到。那个谱架还没有用完，如果可以的话，看能不能把它填满。第一的反应啊，反应的话倒是没有什么反应，就是支撑自己信念的一个东西吧。物品啊，我是一个眼镜盒，可以吗？在我看不清方向的时候戴眼镜啊。是第一使用过的，但是里面没有眼镜是吗？那就一个眼镜盒。我再想想吧，这眼镜盒感觉也不合适。希望收到我信的这位朋友，能够好好的去珍惜它，然后希望一年之后能再次见到这封信。这封信其实也代表了我一年的成长吧。对于我的礼物呢，暂时先保密，等到时候到了现场再给大家揭晓。